好，我是阿美美。我每天在背的皮包哈，拉链又坏了哈，怎么坏法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。现在哈，我这样拉，它根本就是密不起来哈。那之前我有为各位介绍，就是直接跟它换个拉链头哈，我觉得蛮麻烦的。今天我就来介绍另外一种方法好了，就是叫做拉链修理钳哈，长这个样子，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效。首先，我们就把这个拉链修理钳放在这个拉链头的尾端哈，然后我们就跟它用力的压一下。那到底有没有效呢？拉拉看就知道。哎，还真的有效哦！哎，怎么这么神奇？那我就根本不用跟以前一样去换拉链头啦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错哦。如果各位碰到跟我一样的情形，也许你就可以去买一个这种拉链修理钳哈，也是蛮好用的哦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